哦，它是里面是软软的耶。这个是哦，这个好像是什么？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看一下，这是狗狗吗？看一下狗狗，狗狗会怎么变得像那个蛋蛋，对不对？狗狗压，哦，你再压一次，压，你们压压，用力，一二三。哦，好特别的那个玩具哦。在那边凹是吗？对啊，他这边好像都是在卖那种可以拉、可以伸缩的玩具。这个也是压下面。什么？有没有？它什么东西出来？用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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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力压。哦，对对对，猫咪好可爱。什么？可爱哦。猫咪很可爱。哦，所以它都是很有意思的玩具耶。你们有喜欢的吗？你有喜欢的玩具吗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好像那个红帐哦。再一次，红帐好特别哦。还有牛的，这是牛吗？哦哟，牛哎。红帐。还有吗？还有这个。哦，还有这个哦，这个是无尾熊，波拉拉的。好恐怖。它是可以拉的耶，恐龙的呢？对，恐龙哦，恐龙超顶，这蛮舒压的哦，舒压小玩具，对啊，小朋友，压力太大了，哈哈，每个人现在每个人都有焦虑，对，不同而已。哎呦，这怎么那么可爱？里面是面粉，面粉啊，就你整的，比如说你看啊。比如说你这样捏出来，它已经很薄了，你再捏它就容易爆了。哦、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捏一下就好了。捏一下就好了。嗯，不错。你反正不是破坏它。有喜欢的吗？有喜欢的吗？两个九折。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小猫。啊，你呢？蓝色的小熊。小熊哦，好，打开。好，开开开，你会开吗？会。哦，好。打开它。应该是很简单的。哎呦，打开了，表哥打开了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可以挤，对不对？哎呀呀，好可爱哦！他眼睛都被放大。那、啊、你呢？打开的话就往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下面那个底部把盖子打开就有了。好臭。塑胶味，要妹妹帮你开。不用。我看你的这个，一二，这是舒压的玩具。哦，接好接好，都被接好，有了。耶，喂，这个感觉触感怎么样？我的小可爱。小可爱哦，幸好他眼睛没有坏掉，眼睛没有坏掉，我看你的，就是，哎，这好像小猫咪耶，对呀，哦，不，呵呵，好可爱，给你，不知不知，不知不知。